爆头啊！五啊！全大米啊！烫了。行。喜欢吃海鲜，给我双鱼啊！哎呀，这黄。小辉，那吃完菜料干净了哈，干嘛小黄？大海螺必须要吃，一斤一只的。太大了这海螺。这海螺的话，年龄的话，我估计在好几年，在海里面长了好几年了。你看肉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呦，这大肉！我的天，很少见着都这么大海螺，裤袋也大，腰子也大，我的天，哎呀，腰子，哎呀，嗯，哎，哦，哦，嗯，过瘾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海螺，给我点个双击。谢谢了。整锅好的，第一锅来，媳妇儿，葱姜蒜下锅，郫县对白酱。如果说你不会烧海鲜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啊。来，几里虾，八大鱼，你媳妇搞得好啊，活龙，海星啊。哎呦，一条龙鱼，慢一小锅啊！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兄弟，马上就好，兄弟，呵呵，加点醋啊！哎呀，加点香，加点料油，跑了，哎呀，快，蚝油，哎呀，老哥，来，师傅拿过来。哎呀，大母蟹上市了啊！这个母蟹呢，现在的话特别贵，没舍得卖，留了一个给我媳妇吃，肥不肥？把鳃去掉啊！吃螃蟹的话，把鳃去掉。这个季节大母蟹是最肥的，最好吃的。全部都是黄，来，媳妇。给您块好的，谢。喜欢吃螃蟹的朋友啊，给大渔民点个双击，谢谢了。鲜不鲜，媳妇？鲜。这黄，好多黄。捞个大海螺，哎呀，今天捕一个超级大的，哎，一斤多这一个大海螺，靠，没舍得卖，专门留给媳妇吃。这么大飞，哎呀，苦胆必须要去掉，不然的话特别苦，相信我，真的很苦。这是海螺的腰子，哇，这大块。这的话是大补啊，来媳妇尝尝这个，剩下这块都能吃啊。来，这个黄也是金黄，来个大肉，哎呀，这大哥，谢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海螺，给大家分享点双击，谢谢了。